床，然后我们再躺下准备推轮。推轮有几个条件，我先说一下。第一，你髋要展开，但是推髋很多人推髋是把书往前推，制造了这个后弯，书往前推制造这个后弯，压力是在腰上的，所以在推髋的时候，整个骨盆往前推，不是只推你的耻骨，能理解？腹部要拉长，腹部要拉长，胸腔再展开。你的腿的前侧要极其有力，在你我把站轮一块说完，因为我会有几个人会站轮哈，所以你在拉长之后，微屈膝盖，保持，所以力量一定在腿上，你感觉你好像要跪下来一样的力量 ，OK， 跪下来一样的力量，我把站轮说完呢，好，然后稳定好以后，胸腔展开，往后，头垂下来，手打开，慢慢的往下找。的放 ，OK。如果你是砸的，觉得不够，然后脚蹬，好像要跪起来再站，可以。我一会儿会辅助几个人做，你要做，三个哈 ，OK。但是注意，刚才我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是，我指尖落的，我不是掌推下来的，那说明什么？在轮式中，手臂没有很多力量，虽然叫推轮，它不是靠手推的。胸挺上去的，髋有力，腹部拉长，而很多人把压力全部给到这个肩上，是错的。是不是刚才肩膀是悬下去，轻轻放下来，然后我再起脚，这个推腿起来的，对吗？我腰一点不舒服，没有不舒服，而是觉得这里想转转的哈。OK， 骨盆，整个骨盆对，腹拉长，呼吸，吸气，好，呼，转肩，旋肩，手离开了。转肩，脚没蹬住，对，转肩，指尖轻触，对，好，现在吸气，准备开始，脚跟都没落起来，只是我给你拉呀，你脚跟都没蹬出来，脚跟都没落地呀、啊，干地的脚，手指在落，脚跟不是那什么，开心，好，然后去一点点膝盖哈，对，很好，不着急，对，胸口展开，腹腔拉长，胸口展开，非常好，吸，很好，继续吸，好，然后开始胸往后，很好，转头，头掉下去，掉下去头，对，继续掉下去头，找我，对，很好，快找我，好，现在手离开，哎，背要收得住，对，看到他怎么转肩了吗？你刚才没有做这个动作，你在那动他哈，很好，继续转，超级好，非常好，指尖向后找 ，nice， 脚蹬住了，超级棒 ，good， 非常好 ，nice， 很好，来，现在脚跟蹬，来，想象你要跪下来，跪，又想起手了。跪着要跪起来的感觉，我不会让你安乖的。下面，好，别着急哈，腿要特别有力哈，下不去我们不去呗啊，不用，别人看，没有人看，不要看他。好，开始转头太早了哈，脚要蹬住，腿没力，很没用力，对，腿有力的时候这里才打开哈。好，继续，手开始离开，像刚才一样，方一样画圆，画，非常好，画。对，直接去找，轻轻的找，只碰一下，很好，碰一下，好，脚蹬，手不要起，对，超级好，脚蹬，哈，最好一个 ，OK， nice， 好，所有同学回到垫子上，放松 ，OK 啊，拱背哈，好，让我们做最后一个为难伞。